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路人王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场 LPL 的经典比赛。在2020年春季赛的比赛中， IG 战队碰到了 BLG 战队。本场比赛的前期， BLG 的打野打得非常的好，在上路这波战斗直接拿到了双杀。随后在没过多久的小龙团战里，国豪的奥拉夫又一次拿到双杀，直接在野区确定了非常大的优势。而由于惹赛的上单选择了卢锡安，BLG 也是将目标多次对准他，导致惹赛的发挥空间一直非常的小。在比赛时间来到29分钟时， BLG 战队带着大龙 buff 推进，惹赛的卢锡安看到了一个机会，想要去秒掉妖姬，谁料却陷入了 BLG 的包围。惹赛有些失误，但是他这个位置感觉走不掉了。真的跑不掉了吗？惹赛并没有这么认为。接下来他凭借着自己超高的技能伤害，不仅将妖姬打成残血，还秒掉了奥拉夫，紧跟着等到了队友的支援，瞬间打出了一波零换三。在比赛到达最后时，惹赛又做出了一波非常正确的判断。他们先是在这波战斗中打出了一波二换三，随后惹赛指挥队友拖延住 BLG 的剩下两人，紧接着惹赛直接传送出塔，并在 1v1 的对决中先是非常极限的将卡莎带走，紧跟着又在空血的情况下反杀了奥拉夫，最终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